早啊，早上烧完烟之后再发还没有去，现在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大巨蛋审查相关的程序都完备、安全无虞之下，就会举办演唱会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依照程序来进行。那市长今天早上中孝桥车祸，有影响到交通跟双子星的工程吗？早上中孝桥上面三重往台北方向确实发生严重车祸，造成交通影响，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即刻请交通局、公务局好相关单位好来进行整体的疏导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即刻的现在已经恢复，但当时第一时间就已经针对车辆改道，包括是台北桥、中心桥我们秒数的调整，另外我们也针对公车路线即刻的来协助交通疏导，同时在西区就是台北衔接新北的路段这边临近的分局，我们也特别加派警力协助疏导。那接下来整体相关的修复，我们也都会持续的跟新北市来联系，来全力的协助。另外有议员认为应该跟金华城要求更多的回馈，您怎么看？金华城的案子因为已进入司法的调查，我们是否态度就是全力的来配合，同时也希望尽快的厘清事实、调查真相，勿枉勿纵。那相关事实到哪，我们就会处理到哪。今天我们好。